扒牛舌，此道菜为驻马店清真菜代表菜之一。扒是清真菜肴的制作特点之一，采用传统与现代做法，是改良后的扒牛舌，汤汁醇厚，软嫩鲜香，营养流失较少，具有补虚养身、调理气血、补气健身的功效。2002年被评为中华名小吃。